第一次搭台中的捷运，一个很新奇的感觉。其实它那个通道做的还不错，我觉得，就是它起码不会让人家迷失方向。就跟那个在台南那个超雷一样，哇，直接做一个对对对对对告示，就很广。松竹捷运，捷运松竹站。而且捷运它开的蛮晚的，开到12点。接下来要到它的那叫什么？上面。对嘞，哦，对对对对，高铁站，高铁站。突然迷失方向。往台中高铁站的方向搭捷运。哦，这边啦，这边有它的那个路，所以我们要到那个新崇的两站嘛，一二。环境是真的是很新的。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？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？举起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，要怎么探寻？要多少时才敢让你发觉你并不孤寂？当我还看你在看，问一下有啊？没有吗？蛮近，里面蛮大的。没有电动的。好，我送。That's my baby, that's my look. Touching slowly, love how you hold me. I wasn't playing, they once they owe me. I seen some player for something holy. Got naked and show me, cause some must be lonely. Yeah, I fight the east end of me. 不用很压抑哟。Hey, 我想要和你手牵着手，陪你一起去世界各地游行，就像天上那颗星，一闪一闪放光明。没你我走不下去，答应我可不可以？ I guess what I'm saying, I guess what I'm saying, I guess what I'm saying is I fucking loving you. Don't go tonight.Stay here one more time. Remind me what it's like. And let's fall in love one more time. I need you now by my side. It tears me out when you turn me down.I'm begging, please, just stick around. I'm sorry, don't leave me. I want you here with me. I know that your love is gone. 好，首次搭捷运的心得是还不错。之前看新闻好像是那个关门的速度比较快，现在好像有改善了。我觉得。就是还不会蛮仓促的这样，然后整体的那个车内整洁都很干净很舒服，然后我也是觉得真的搭得很漂亮，可是
后来终会知道说为什么会花那么多时间搭它的原因，是因为还蛮多转弯的，刚好我搭的这一段蛮多转弯的，所以结论是我觉得其实台中的捷运站是真的需要存在的，但是可能盖的路线嘛，看之后等台中的捷运发展起来的话，就会跟台北一样那么方便的。好，就是乡下真咖怂白本宫的首次搭乘捷运心得。